克罗埃西亚球迷在莫斯科街头助威。路透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2018俄罗斯世界杯冠军战即将开踢，格子军团克罗埃西亚本届队史首次杀入决赛，不仅球员相当兴奋，连自家球迷们也已经迫不及待决赛的到来。同时在报克罗埃西亚首都扎格瑞布 Zagreb 以及莫斯科市中心来替格子军团助威与打气，希望能够创造小国奇迹并捧回大力神杯。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克罗埃西亚球迷即爆炸格瑞布街头，克罗埃西亚球迷在莫斯科街头助威。欧新社，克罗埃西亚球迷在莫斯科街头助威。路透社，克罗埃西亚球迷拉起布条加油。欧新社，克罗埃西亚球迷拉起布条加油。欧新社，克罗埃西亚球迷举起国旗高歌。欧新社，克罗埃西亚球迷在莫斯科街头助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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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欧新社，克罗埃西亚球迷在卢日尼基体育场前加油。欧新社，克罗埃西亚球迷拉起布条加油。欧新社，克罗埃西亚球迷在莫斯科街头助威。路透社，克罗埃西亚球迷在莫斯科街头助威。路透社。